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一只宠物可以升5星侍卫，它可以拿到7星宝物，绚丽的刺猬头盔。人类精灵攻击力，人类精灵防御力，然后还有勋章。哦，然后他拿到碎片的地方就，啥来着？忘记了。哦，飞行船快闪活动，有机会开出来。4周年蛋糕，可以在刷任务的时候掉落，然后掉这个蛋糕可以换。哦，应该没别的地方了吧？还是那个精灵高原高级挂有没有？这个我记得是没有啊。没有刺猬呢？哦，894，好吧，我现在还没开出来。好，差不多这样。